别只是站着发呆，小伙子，上前杀敌！ 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们知道太好奇的下场总是该死的运气。我离得太远了。 保护生命，为什么没有你守护者？你们都错了，我真理是夺取生命，我现在懂了。
放这些钱饭，还会继续马里狗斯的话就是律法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祝一路平安。你的胜利只是暂时的，我是指挥官瓦罗斯云行者，我的飞龙主宰天空，保卫这个密瓦导体。我绝对不会让奥赫之眼落入你们手中。再见。离得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我要先找的目标。强了，低估了他们的毅力。看看是谁来了。一群违抗执法者的狂徒，一群没有远见的蠢货，要怎样才能让你们看清真相？马里苟斯是在拯救这个世界，切！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废话？请部门吃饭，看来得再安排一次示范。在遵守扭曲的原则，要是你们能活下来的话，就可以到中央之环找我。这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艾泽拉斯。蠢货！
们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力量。地脉能量的传输是不会被干扰的，你们的结局注定是失败。莽撞的入侵者，没有任何魔法能帮得了你们碾碎。没有任何魔法能帮得了你们了。那些龙族盟友就算赢了这场战役，但我们还是会赢得奥河之战的最后胜利。